王凤仪女士，由于对国内大学院教育推广的贡献，获得教育部文化局长王红俊颁发的奖状。文化局长王红俊在颁奖以后表示，王凤仪女士在东吴大学执教期间组成了一个大学合唱团，并且每年举办音乐周，对推广国内大学院教育、提高音乐水准贡献很大。东吴大学校长端木凯和音乐界人士都曾经在场观礼。